华人志愿服务中心主办的瑜伽公益免费活动。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是2015年注册成立的一个非营利性公益组织，成立至今，特别是在这次的防疫抗疫活动中，做了大量的助人的工作。在此特别感谢我们所有志愿者的辛勤付出，也欢迎和希望更多热心公益的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志愿者团队。为了使仍处于疫情期、长时间宅在家中的更多的民众受益，中心安排了很多的网上公益活动。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原湖南师范学院钢琴副教授 Nancy 来为我们做瑜伽的公益教学活动。 Nancy 老师钢琴课是丰富多彩，很多的朋友都在上，深有体会。但是瑜伽老师瑜伽上的课也是上的非常非常的好啊，我们很多朋友都受益非常，是吧哈 ？OK， 那么我呢就不多占用大家的时间，接下来呢，让我们专注呼吸，关注本我，静心瑜伽现在开始，有请 Nancy 老师。大家好，大家好，我们又来到了每周星期一的加健身的云课堂来了，希望大家今天有新来的小白呢，给我打一个空或者一或者六，让我知道今天有新的伙伴，我就知道我们上课的时候要注意，我会要根据大家新人新的小伙伴来的时候，我会帮助大家来进入到我们的课堂。哦，我看到了，哈哈，我看到林东哥是不是新会员了啊？他不是新会员，他是冒充的啊。还有这个燕妮是吧？哦，看到 Jordan 哈，太多了哈，太棒了！如果反正是新会员、新的小伙伴，给我打 call 一或者是六啊。那么再次的感谢啊，我还是每次啊，我都要怀着感恩之心，带着大家一起来感恩和奉献，因为加拿大自由华人服务中心的平台给大家提供了这么多的在疫情之中这么多的解难这么多的老师在奉献，这么多的义工在奉献这个团队是一个奉献和爱心的团队大家一定要携起手来，首先是怀感恩之心，还有我们台前幕后我们南非燕姐姐，我们的牛嫂吕岩姐姐还有我们的李主席、金刚老师，他们都在很努力的在给我们做贡献，还有一些我没有点出名字，他把我们每个星期的这个课程上传到我们的 YouTube 上面，太多太多要感恩的了，那我每次都会在这里说，所以新来的伙伴大家一定要记得下课以后先去 YouTube 上去点赞我们的什么华人志愿服务中心的这个频道，一定要先订阅频道啊，是不是有点小？哎，对啊，我也觉得今天屏幕很小。那这个今天是谁在录音？我不知道是谁在录像。这个每次是谁用手机在录，这个是由中心控制的，因为我一直都用同样的东西啊。大家有什么诉求，请我们中心的负责人们能够尽量的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屏幕，是不是能大一点？好。感恩说完了的话，我们就开始进入 Nancy 老师每一个星期带着大家养生健身的这么一个环节。在疫情的情况下，我们大家都知道要提高免疫力，首先要从自己做起。自己做起有几个方面，大家有没有对照去想？第一是你的生活的饮食习惯，第二你的心态啊，心态一定要放轻松、放平和，然后尽量的去做愉悦的事情。第三就是要每天抽出固定的时间来进行身体的锻炼，强身健体，所以瑜伽呢是其中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不仅仅是瑜伽啊，那么瑜伽还有很多的健身的项目结合在一起。Nancy老师是一个健身爱好者，也教了瑜伽有15年，所以呢我想把自己的心得和我的这个对生活的热爱一起带进来，跟大家一起向前走。
那瑜伽呢，是一个非常深入人心又比较安全的项目，特别是在疫情情况下，大家可以在自己的家里面找一块这样的啊，安静。首先要一个环境，大家尽量去找到自己家里面一块安静的环境，不要有别人的干扰哦，进进出出会打扰你的什么冥想。做瑜伽是要身心灵完全的合一，记住啊，身心灵。那个 Nancy 啊，Nancy 啊，你那个屏它放成横屏，你现在是竖屏，所以它显得小，你把它放成横屏。我平时都是竖屏了，好吧，那我试一下，稍等它是啊，横屏啊，对，横屏你显得大了，对。试一下看一下，重新来一下，好了呢。我想说的是，呼吸冥想还不是全屏，那我没有办法，现在已经是我做到最大了嘛。那么大家尽最大努力了哦。那么呼吸冥想加上我们的体式练习动作，来锻炼身体的所有的 strength 的动作，好吧？那我们现在开始，先做最简单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呼吸加上冥想。一开始是要调整心态，把我们的呼吸调整到一个比较平缓、比较舒缓的状态，包括你的心境。工作了一天，忙碌一天，就要心静安。把你最简单的方式开始，从坐姿开始，用你的右脚，你先把右脚抵住你的裆部，再将左脚紧紧的贴在右脚的脚背上。对，啊，左右脚把它贴在脚背上。对，好，我看一下我的屏幕啊，对，这样子就好。OK，对，好，你看一下，这是最简易的坐姿，很多的小伙伴开始来检测我的每一个动作都能检测出你的身体素质目前到了一个什么状态？不管你是什么年龄，你都可以有责任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任。请大家记住啊，对你自己的身体和你身体是你自己的，你一定要对它负责任。那么我们怎么来检测？首先从坐姿开始，每一个关节的年轻化、它的柔软程度和强壮程度，都是你实际身体的状况。来，我们现在做一下，看一下大家检测一下你自己做的时候，这个动作可不可以放平？如果不可以，那是什么问题呢？啊，一定是关节和脚腕关节和膝关节的问题啊！我就告诉你在哪里了。好，我们现在用自己最能熟悉的动作，食指、大拇指跟食指相扣，对，放在两七指上，收紧你的小腹，把胸挺起来，挺胸板背。哎，对，我们的手臂，看一下我的手臂。手臂是平直的哦，不要弯啊，是平直的。哎，挺胸，你看，一开始就感觉到你的力量啊，这个人向上拔起来。好，跟着我，轻轻的闭上你的双眼，哎，轻轻的闭上你的双眼，开始从呼吸开始跟着我做冥想，用您的鼻子慢慢的向内吸气，注意力哦，听着我的引导词来进行，闭上双眼。做最缓慢的吸气和呼气。那么第一步，请用鼻子向内吸，用意念去控制，让气息慢慢的通过你的鼻腔穿越整个的肺腑，一直沉积到我们的小腹之中，由上而下穿越整个腹腔，一直向下沉积到我们的小腹之中来，最后沉积在小肚子这个位置上，在小肚子肚脐以下1寸左右，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气运丹田的位置。气息下沉，非常棒！不要马上的吐气，稍作停留，好让所有的养分都最大限度的输送到身体的各个细微部分来。好，下面请大家再跟着我一点一点的开始收缩您的小腹，现在是由下而上哦，从底下向内挤压，慢慢的挤，慢慢的收缩，慢慢的将身体里的废气通过我们的鼻腔，顺着我们的来路，最后通过我们的鼻腔完全的途径，这样一个完整的循环，我们称之为腹式呼吸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将身体里所有的养分
吸收到身体里面去，好吧？来，跟着我再一次用鼻子向内吸气，并缓缓地睁开您的双眼，边吸边缓慢地睁开您的双眼，来调整我们的坐姿。刚才呢是右脚在里面啊，来，现在换一个脚，怎么样？左脚在里面，对，更换一下啊，把你的坐姿更换一下。那有一些已经练了一段时间的小伙伴，那我们也可以做什么单腿莲花式，把一个腿搭上来，如果你觉得 OK， 你的柔软度够，也可以这样，好吗？好，我们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用自己的方式，最安全最能接受的度来进行，不要过度勉强哦。好，我们现在开始。来，如果你身边啊，练习老师呢在练瑜伽的时候把竞技把一些器械运动啊和健身的一些项目结合在里面，就可以在这个同时伸展的同时又锻炼我们的 muscle， 可以肌肉。如果你身边下次带有水瓶儿，这是最简单的啊，家里没有养鱼的，准备两个水瓶儿，好吧，放满水的水瓶儿，它有重量，这样可以锻炼我们的小臂、大臂的。也可以用什么？也可以用我们的哑铃哈。大家做好一些简单的准备，开始吸气的同时，将双手啊，或者是徒手都可以，徒手就是这样。啊，你可以徒手好吗？啊，准备吸气，把你的后背拉直，慢慢伸展起你的双臂，然后开肩，向后打开你的肩，好，缓慢向上延伸，在你的上背部、大臂，对，合拢。如果你没有手上没有抓东西的话呢，你的两个手是并拢的啊。如果你的手是没有啊，我说的是没有，现在把这个。哎，你看到啊、哦？如果你的双手是没有 hold 住东西的话，你的双手应该在上面这样子，好吧？并拢，好吧？并拢，好，准备吸气，夹肩向上，好，跟着我继续保持挺胸，对，不要紧张，一定要放松啊，大臂夹紧，尽量向上伸，对，提升。跟着我做一两次呼吸，当你的身体慢慢发热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下一个动作。来，跟着我呼气的同时，将颈椎慢慢向后仰，对，伸拉颈部后侧，乃至面部所有的韧带和肌肉，慢慢的吸气，再继续的用颈椎带动你的头回到中间，这一组动作叫肩颈练习，尽可能的去对伸展伸拉颈部、肩部、后背的一系列的肌肉群，好，坚持住。来，呼气的时候将颈椎向前送，向下，这个动作呢是伸展颈部后侧韧带的，坚持一到两个呼吸的时间，再次吸气，慢慢拉起，注意哦，你的大臂不要放松，保持挺胸，来向左侧延伸，强化我们的侧线，就是胸肋骨以上的部位。五、四、三、二、一。好，来起来，特别辛苦，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哦。新来的小伙伴肯定会觉得手臂特别酸。来，向右，五、四、三、二、一，棒极了！来，准备，好，来，我们现在将两手打开肩宽的距离。用你的肩绕动，带动你的双臂向下滑。对，呼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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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手在动，是肩在动啊。好，现在放松两肩，放松一下，来调整气息一次。刚才这一组呢，是最大限度的锻炼的肩颈部分，颈部。对，伸展整条后背、两肩和手臂。跟着我吸气，呼气，
好，我们先来放松双脚。刚才这样子盘腿呢，或者是合腿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这个脚腕特别麻，因为所有的血都被制约住了。我们现在打开，来第一个最简单的，将左腿向前送。好，两腿交叉的时候呢，这个腿在这边，这个对吧？把这个脚向前送一点。我们现在看一下啊，向前送。来，准备好，放松一次。怎么放松呢？来拱背，刚才我们的胸一定要挺起来，现在来把你的后背和你的整个肩来放松一次，拱背，抱膝，放松，对，放松，好吧？好，再起，来把后背、胸、肩打开，左手撑住你的垫子，然后右手伸展上去，注意啊，手臂伸展到最高点，拉到最高点，对，一定要尽量向上拉。看一下我的颈部，尽量向上延伸，对，把颈部也要向上延伸。好，吸气，收回，来绕肩，最大幅度的绕肩，这样可以把你的肩部完全的放松一次。好，把这个腿反方向来一遍，瑜伽所有动作都是里外上下全方位的啊，对称练习，它是一个平衡。左右两边平衡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现在每一边都要做一次。来，练习的时候左右都要练，左腿向前迈，两腿交叉，好，右手放在后面，要尽量的向后，要做到你的什么极限，做到最后的极限，尽量的，你看我的脚在这个方向，手臂在后面，形成一个斜的45度的一个斜线，好，这样子你的身体就有灵转的效果。先抱膝，拱背，把这个背部拱起来。你看你的肌肉群是可以练到的。对，我们刚刚用了哑铃以后，你看到我的头三角肌是有的，是吧？有头三角肌哈。肌肉对我们非常重要。打开，左手向上伸，拉伸，拉伸，拉伸，整个后背挺胸。对，拉伸，吸气。绕肩，注意这个肩不要随随便便这样掉下来，一定要从这个位置向后打开，最大幅度的打开，这样才能练习到肩胸位置。来，放松，收回，调息一次，用最舒服的方式做一次。每一个动作完毕，我们都要做一个放松调整的动作。来，吸气，呼气。好，我们下面一组来做一组，同样是将双膝，今天我们要做一些加组的动作，双脚脚心对着脚心，我们现在要练，看一下我的腿是一个菱形的状态，心你在镜头里看到是一个心，双手抓住脚腕的部分向回拉，对，这个姿势在你的镜头里面看到我的双脚呢像蝴蝶的翅膀一样，所以它就叫蝴蝶式啊，来抓紧脚腕，两个肘关节在这个位置上，夹紧你的腰部，保持挺胸。好，来先放松大腿内外侧，锻炼的是这个部分的。这个部分呢，平时是很难练习到，我们大家基本上是不会练习到大腿内侧，这部分呢是很薄弱的，所以我们来练习一下。同时呢，像我这样左右晃啊，我们在北美的所有的人，大家都是什么？开车最多，坐车最多，还有什么坐在办公室最多，所以如果你的工作量一天是坐为主的，那么我们坐骨神经的这个臀部肌肉就要得到一些锻炼啊，它会有什么堵塞的现象，我们尽量疏通下半身，包括臀部大腿这些一系列的疏通的经络都要去做啊，我们都要去打通它来放松啊，双手抓紧脚尖部位。好，我们现在开始肘关节向外打开啊，来慢慢的，现在要做的是小腹的方向贴近脚掌，是让你的身体这样慢慢的压下去，注意不要用什么方式呢，不要用低头，不要用拱背， no， 这都是错误的，我们要把胸挺起来，夹紧，来慢慢向下沉，来五四，好，来再来啊，压的时候注意，看我的手向外打开，小腹内收。我们现在向下沉，
刚开始你做不了这么低没有关系，还有一些小伙伴新做的他的腿要这样也没有关系，总之你做到你自己的极限就好了。我们来五四三二一，来我们靠下去，吸气，头先抬，带动颈胸拉起来，棒极了！来，双手抓紧脚腕，放在你的腰的部分，来，把颈椎向后仰一遍，吸气，太棒了啊！好，我们来做一个伸展，来，左手放在你的右小腿这个位置上，抓紧，来，右手向这个方向伸展一次。注意伸的时候啊，我们尽量把你的颈椎和这个侧面的这些位置啊，就像你经常去做按摩，或者是很多女性啊或男性啊，在你疲劳的时候，你觉得到处偏头疼的时候，你会要什么 massage 就按摩师去给你舒展，我们自己就是最好的舒展。来，来舒展，舒展。尽量舒展，好，可以了。来，我们现在在这边，好，向这边舒展，好，开始了啊，准备准备，好，向这个手抓住这个腿，对，抓紧，向这个方向舒展。要我们的目的是要搞清楚我们拉的是哪一边，要把这些地方全部拉到啊，来准备，抓紧，向左伸展。OK, good, 好棒，好了，来抱紧，抱紧，来放松，拱背低头，现在休息，吸气，呼气，再一次吸气，来准备，好，我们现在将两腿伸直，做一个背，先做一个什么呢？双腿背部伸展式啊，我们现在看一下，双腿背部伸展是让你的双腿伸直。尽量伸直，我们把这个腿哇，这个腿的袜子都拉直，大家看清楚了啊，拉直。好，先做一个双腿背部，那么双手胸前合十，掌心向内挤压，顺着鼻尖延伸过你的头顶，注意你的后背跟双腿要进行大概90度。好，来呼气的时候向前伸，注意看。注意看，让你的上身向前伸展，手臂不要掉下来 ，no 不可以，也不可以将头这样低下来 ，no 也不可以。我们尽量的让你的后背、手臂成一个直线。你看，五、四、三、二、一，对，我们向下压，好，我们可以把脚勾起来，这样子会更加拉伸你的筋。三、二。一，好，拿起来，呼，伸展，伸展的特别舒展是吧？主要是练哪里呢？练膝关节下有根筋，这根筋一直伸展。再来一遍，五、四、三、二，好，做到自己的最低。一，两手抓住你的脚心，头抬起来，把后背拉直。Good, 好，太棒了啊！好的，来，向前压完之后，手臂带动头颈胸拉起来，两手，对，放在你的臀后侧啊，臀后侧来做一个，下一个啊，我们做的是下一组是做胸腹，来把你的胸部和腰部做一个强力的锻炼，好，准备好。先做你的胸，来，三、二、一，挺胸，把你的后腰推起来。好，我们现在来腿一个小腹啊，来，先将腿收回，勾脚腕，向上蹬直。对，好，棒极了。来，向前伸的时候，左腿像踩单车一样，注意这个腿没有着地，悬空，主要是让腹肌来撑你的腿，伸直。五、四、
好，最后一组，一，并腿，勾脚腕，五，四，三，二，一，慢呼慢放下去，在45度停一下，小会儿。这个锻炼是锻炼你的大腿，特别酸，特别酸，注意你的胸不要掉下来。我们现在五、四、三、二、一，呼，很辛苦，很辛苦，对吗？啊，好累，好累，特别辛苦，来收腿休息一次。好，我们现在来做下一组，把胸平起来，再把你的颈，把这个颈部彻底放松下去。对，好，胸挺到最高点，结合我们的双腿来练。准备好，三、五、四、三、二、一，辛苦了啊！好，我们起来，抱膝，五、四、三、二、一，休息一次，来伸直休息，向整个你的向你的头顶方向伸展。我们做一个传式啊，之前没有做过，现在我们开始，来双腿跟双手同时起，三二一。坚持住哦，好，来放松，离地面一寸，起，好，慢起慢收，慢起慢收，好，我们放松，抱紧，很辛苦很辛苦，休息一小会儿。开始做好准备，我们要做下一组，单膝收回，把你的垫子可以这样折叠一下。如果大家感觉到你的膝关节的关节比较弱的话呢，就像我这样折叠哦，因为很多人的关节是有问题的，对吧？然后地比较硬啊，大家之前没有练，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舒缓。那么如果长期练的呢，小伙伴，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呢，准备护膝，好吧，你自己准备护膝，护腕，好，护膝护腕都可以带上，因为你们不是长期练的话很容易受伤，那像这样就比较好，来，后脚尖点地，把这个腿打开，对，好，平行伸展，好，来，左手点住地板，五指右手打开向上伸，勾脚腕的同时将你的右腿臀肌向上提，来锻炼一下臀肌的位置，五、四、三、二、一，棒极了。好，我们现在可以把腿略微的点下来，同时将你的身体沿线延长到后45度上去，后45度拉伸。好，收回半跪。好，收回的时候，我们半跪在这里是什么？金刚式放松。吸气，呼气。再做另外一边。好，不要着急。我们做另外一边的时候，把这边折叠一下，用右膝关节撑住，打开这边。好，准备好，把脚蹬直，主要是把腿的肌肉要蹦直，特别的有力量。来，右手撑住地板，五指撑住啊，然后后脚尖点住地板，慢慢的起来，勾脚腕，大腿、臀部都要用力啊，来向上伸，来臀肌放松，做一个练习。五、四、三、二、一，画圈，然后慢呼慢放，点在地板上，向后45度延伸出去，伸展。三、二、一，好，回来，跪立坐在你的垫子上，休息一小会儿，调整气息，吸气。
呼气。好，棒极了啊！我们先来做一个下一组，下一组我们要做的是一个猫的转型加顶峰式，也叫下犬式，好吗？你先做好之后呢，第一步，双膝跪立，做一个双膝跪立的动作，然后呢，双手撑住。好，这样子吧，倒过来哈，这样子，五指打开，用手掌心做支撑，保持肩宽的距离啊，两手的距离是肩宽。好，来，现在用一个重心移到其中一个腿啊，可以是从左腿做主动力腿。左腿放在中间，右腿向后蹬，我们来蹬一下，这个可以锻炼小腿肌肉、小腿后侧肌肉，蹬山一样的蹬一下。三、二、一，来，好，我们悬空一下，来悬空，这个很锻炼你的意志啊。三、二，记住看到我都是悬空。三、二。一，大家已经很累了啊，来蹬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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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好，膝关节着地。休息的时候把臀撅起来，翘臀、塌腰、挺胸，这样子可以把整个小腹和腰力放松掉啊。一张一弛很重要。好，我们现在来做猫的伸展，来再次用这个膝关节顶住。现在我们要顶这个脚尖顶住地板。着重点在膝关节跟你的脚尖这个部位两个点做支撑，再加前面两个手掌，差不多是3点移位，来这样办就可以。蹬起来，对，主要是练臀部啊，臀部这个位置，臀部大腿慢慢的向上升，升到极限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把你的肘关节，撑放在地板上。好，现在是一个斜面，再把头顶顶住地板。啊，顶住的话，你就可以有个动力，让你的腿抬得更高、更高、更高、更高，把腰力和腹力全部用上。三、二、一，好，头上升起来，呼，好，我弯曲，迅速收回，你会马上感觉臀好像要抽筋了一样，对吧？好，当你觉得特别酸的时候，放松有一个办法，怎么放松呢？对，直接的向后放松，就是把臀部向后移动，坐在你的脚后跟上，对，这样就能放松。再吸气，换腿，换另外一边，换这个腿啊，刚刚是左腿，现在是右腿了，我们现在继续向上抬。肘关节撑地，头顶住地板，尽量向上推。五、四、三、二、一，头先抬，双手起，好，弯曲小腿，弯曲小腿啊，来收回来。你还是觉得臀很酸，对吧？非常非常酸。来，休息一次，三、二、一，抬头。起来的时候，来，完全休息，怎么休息呢？小腿肚夹紧，挺胸下，把腰塌下去，翘臀塌腰，颈椎向后仰。好。非常棒，两脚尖点住地板，做一个下犬和顶峰，全方位的伸展整条脊柱，这叫整条脊柱啊，这条脊柱要拉起来，来，怎么做？蹬起来，把腿蹬直，颠起来啊，像有点像，大家看过芭蕾舞啊，来，颠起来，像跳芭蕾舞一样啊，颠起来，颠到最高峰，
来压肩压胸。五、四、三、二、一，放紧了。抬头，伸展。好，太棒了！我们休息一次，来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可以怎么做？直接坐在你的脚后跟上，或者直接用最舒服的方式做一遍。刚才呀、有很多动作，可能对我们的新伙伴呢有一点点难度，是因为之前没有练过。第二点呢，如果在座的朋友啊，小伙伴中有低血糖、贫血，或者是就是 anyway 这个血管不通的人呢，刚才做这个动作他都会头晕目眩，所以下一次你们一定要有这个有这种问题的，一定要自己注意这个动作，你就可以不做，或者是告诉我，你打一个 call， 打一个告诉我可以用别的动作来代替这个类型的动作来帮助你，好吧？那我告诉你啊，因为头倒下去的话是血液循环不够，马上回来，所以头晕，脑部缺血缺氧造成的啊。好，我们放松一下，吸气，呼气，好极了。那我们先来做，双脚尖并腿，脚心、脚尖、脚跟、脚腕完全的并拢，看我这样并拢啦。好，膝关节并拢。跪坐在你的小脚后跟上，看看你能不能跪坐，像我这样跪着，而且坐在脚后跟上啊。很多人就开始这个 balance 不行了，这身体呢，一是没有能量，没有力量；第二个呢，其他的位置呢都很硬，所以你做这个会比较辛苦。我们试一试啊，锻炼一下自己，大腿放松，双手放在这儿，抬头挺胸，大概做两个呼吸，吸气。呼气，双手胸前合十，掌心向内挤压，顺着鼻尖延伸过头顶向上升。好，没关系的啊，你站准站稳，反正是我们保持这个姿势。来，做两个呼吸，三、二、一，用脚腕的力量把你身体顶起来。半蹲，注意啊，这样顶起来只是半蹲，往向后退。对，半蹲，半蹲是翘臀塌腰，半蹲这样，半蹲翘起来。五、四、三、二、一，好，最后站立起来，完全站直。对，好极了。我们现在做站立的姿势，站立的姿势哦。先做一个，站直了以后，我们现在向后弯，来向后弯一个，五、四，夹臀，三、二，好，最后一，向后打开，好极了。我们现在来敲打一下你的大腿内外侧，把这两个位置敲打一下。刚才你这部分。所有的紧张现在要敲打一下，对，敲打小腿大腿全部敲打一下。对，我们要做一组竖式变形啊，腿部的练习。刚才做的是什么？胸后背对吧，大腿臀部肩胸所有的做到，我们现在做腿部。大家知道先人老先老腿对吗？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腿部的肌肉练强壮一点，所有的重力交给其中一腿，左手放在左髋的位置上，来，右腿向上提，五、四、三、二、一，来，右手勾住，你可以踩在大腿根的位置上，看看能不能站住。注意哦，这个站立的姿势，一是靠腿力，一二看你平衡，眼睛去看镜头里面 Nancy 老师的鼻尖。如果你对面有自己有镜子呢，是看自己的鼻尖。好，站稳。第一是踩在这儿，如果这里踩不到，也可以踩在膝关节上。如果这里也踩得很难呢，我们就放在
脚背上。总之，找准自己的度和自己能做的位置，这里、这里和这里都可以，啊，都可以。我们都是练的方向同样的，只是起点和起步不一样，好吗？好，我们大家选择自己能做的。啊，还有呢，最后就还可以这样也行，任选。啊，总之就是一个腿和另一个腿弯着，好吗？来，打开。胸前合十，半蹲，对，掌心向内挤压，五、四、三、二、一，慢起。好，来，手臂打开，向上伸展，来，放松你的双腿，抖一抖，放松脚腕膝关节，我们交叉一下。对，交叉，再半蹲一次，绕腿，好，吸气，站直，放松，向前蹬，三次，三、二、一，蹬直气，好，点住脚背休息。其实这个左腿很酸，很酸了哦，向外蹬，三、二。一，点住一下休息，最后一个向后蹬，三、二、一，呼，好酸，发现了没有？这个腿特别的酸，因为刚刚重力啊，所有的身体重量都压在这边，所以它特别酸。现在我们来放松一下啊，放松，放松敲打，来放松，同时将两腿打开，人字形。好，那双脚掌向外45度，来，现在要练的是什么？对，像我们的蹲马步，胯下胯，下胯，哎，对，双手放在膝关节上，上身要立起来，不要向前拱，这样都不对，要挺胸，下胯。好，两个脚后跟向上抬，三、二、一。辛苦吧，特别辛苦。来，我们休息一下，来休息放松，敲打，敲打大腿，全部地方敲打一下，休息一下啊，我们休息一下。好，重心移到下一个腿，来练下一个腿，来准备。这个腿哦，好，来，那向上提。对，如果你没有那么高，就点在脚背上，这是最简单的。起步的一个位置，如果你是新来的小伙伴，或者是你现在刚刚开始起步，这个是你最适合的。如果你已经上了一段时间的，我们到这里来，好吗？如果你觉得身体特别好的，那我们到这里来，好吗？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你现在选择的度，好吗？好，来，准备打开，胸前合十。掌心向内挤压，半蹲，吸气，向上伸，放松，缠绕一次，再蹲，再起，勾脚腕向前蹬，三、二。一，点住，好，向左边，三、二、一，点住，向后，三、二、一，好，打开，45度，再压一次胯，打开。放在你的膝关节上，保持挺胸。对，这个胯还要让大。对，挺胸，看，平着，平着，平着。三、二，来，三、二、一。呜，很酸，很酸，很酸。来吧，来，我们休，放松一下啊，放松，放松，放松。腿部练习，
我们做最后一组了啊，休息了啊。最后一组是腰部练习，来准备好。腰部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做的部位，特别是对我们觉得自己年龄不小的人，都会觉得最难最难的部位就是腰，因为腿天天都要走路，天天都要跑步，可是腰基本上很少有成年人，除非是搞运动的，哪怕你是打球的，也是动手不会动腰的，好吧？好，那我们现在把腰，但是腰很重要，腰呢上面对承接着所有的我们身体的很多神经，所以腰部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也是体现你年轻的一个部位。好，你准备啊，膝关节垫在你的垫子上，好吧？好，脚尖点处，我们先做单边的，今天做单边。第二是来怎么样？来旋转你的腰力，来我们做几个旋转腰力。下一次呢，我们也可以用好瑜伽球，准备好的时候呢，向左三，看我就拧准了，到这边来，三二一，好，我们还可以怎么样转做？向这个方向，注意你的膝关节的身体正面在这里，只是拧转的后面是三二一，看这样子会拧转你的腰，所以呢，你知道你的腰可以到哪里来，所以就是拧转，对，拧转，好，我们再做左边三。啊，对，我们可以打开，对，打开，我的手放在左，这是左手啊，左手，右手放在左肩上，向后三，最大幅度的，二，看你能转的幅度有多大，一，好，换一边，这边打开，右手放在右，左手放在右肩上，三，二。一，好极了，看一下我们的腰左右都可以了。现在要做腰的什么位置？前后，好吧，前后，前后开始。第一步，我们用五指，对，撑住你的后腰，做一个保护啊。我们先做一个保护，三，二，一，来呼气放松一下，让你的腰有一个先做一个 warm up。不要马上先做腰，如果你从来不做腰的，现在突然做呢，肯定会受伤，所以我们要先做一个 warm up。好，来放松，这是开始，用手掌推住你的腰，向后弯。这个时候呢，要动用大腿前侧的肌肉力量，收紧，用它撑住，再用臀肌顶住，两部分的力量来撑住。来腾出一只手来点住你的后脚跟，对，现在你是初学者呢，是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如果连这里都够不着呢，下一次大家准备一个好吗？瑜伽砖放在这儿，对，下一次你们可以这样去碰住它做一个辅助，好吗？好，记住啊，下次可以准备好点住脚背，好，开始把你的腰向前推到极致，好，右手前伸，三二一，好，上面的手来撑住后腰，先休息一次，吸气换边，向后弯，好，这个手由前向后点住后脚跟，伸展出去，三二一，好，撑住腰，呼，好的，双手撑住地板，我们现在要做完全的放松，怎么放松呢？把垫子拉直，好，我们做到退到后面去，退到最后，我们做个脚后跟上，来向前伸，慢慢的放下去，拉直你的后背，额头点地，休息，一、二、三，深呼吸，
开始抬头向前看，我们要做一个伸展拉伸的动作，是上身，手臂向前送，让你的胸下巴贴住地面，去推进你的身体，学着仿生学里的模仿蛇的运动方式，无脊椎动物啊，来贴近下巴，推向前，下巴跟胸，小腿都抬起来。放松，继续向前送，让你的身体彻底拉平为止。伸展向前，无限向两个极限延伸，你感觉身体变得很长很长很长。略微休息小会儿，吸气。呼气，双手放在胸口的位置，来做一个眼镜蛇式，来头部、颈部、胸部，包括上身拉起，向后弯，彻底向后弯，伸展。好，呼气，慢慢的将你的腹部向下沉，越慢越好，不着急哈，不着急。好，来放松。休息，对，特别放松，不着急啊。好，放平，休息，吸气，呼气。好，我们起来的时候，来侧过身来起，侧过身，这叫侧身，用手撑住，侧身起，左腿弯曲。好，来，准备好，手撑住地板，对，你把脚放在这个位置上，侧身起。好，我休息一小会儿。那么今天的分解的练习，我今天就教到这里。每次呢，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把我之前编的一个很美的大鱼，就是差不多是把刚才动作套起来。我也希望呢，在过年2021年中国年之前呢，大鱼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教。过完新年，我希望教新曲子了啊。好，我们现在开始。希望小新来的小伙伴没有看过的，希望你们喜欢。等一下啊，准备一下哦，稍等片刻哦，还有五分钟，稍等片刻。我在找我的视频。Okay. 好像没有连上我的音响。
沉睡的轮廓，看海天一色，清风轻微落，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大雨的时候，已经怕难过，我松开时间的绳索，怕你远去，怕你离我而去，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边。每一滴泪水都像你我当初，都如今天边的海底。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冷静的缝隙里走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一色，清风轻落，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大雨的翅膀已经很辽阔，我松开时间的绳索，看你飞去，看你离我而去，原来你生来就属于天际。水都向你流淌去，到如最初的想。谢谢，谢谢我特别喜欢的。那我们时间到了啊，平时我们都练了两遍，但是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时间愿意再练一遍，愿意的就打 call， 没有的我们就下课。好吗？非常好。那如果因为这个只有两分钟，好的，再来一遍，两分钟，两分钟 ，yes yes， 好的，好，这个是最后让大家出汗的。好，准备好了，可以可以，男飞燕姐姐说可以，再来一遍。棒棒的，美美的音乐一起来，大家感情起来哦。好，时间的绳索。
哈尼奔去，哈尼你我不去，更哈尼永远停留在这里。每一滴泪水都像你我当初，都有晴天的孩子。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划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一色，清风起。我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大雨的翅膀已经开了花，我松开时间的绳索，看你飞去，看你。我去，原来你生来就属于天际，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都如最初的想念。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瑜伽课就到这里了，耶。好，谢谢谢谢Nancy老师，谢谢、嗯、谢谢。那那个啥呀、啊、下边呢、嗯、下边是这样，下边是我们那个汽车维修保养的啊，这个这个学习课就今天开的啊，今天这个这个时段就是7:10到这个7:50啊，这个这个我们新开的这个就是汽车维修保养这个课程。这个呢是今天是由这个梁诺老师给大家讲，下边呢这个就是我们7:10准时开始，反正大家现在这个汽车维修保养很重要，汽车的东西啊，这个呢梁老师呢会逐步给咱会这个给咱讲一些了，就是就是汽车方面的啊这个修理方面方方面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呢，这个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参加，因为汽车每家基本上都有，在加拿大没有汽车是肯定不行的。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呢就是，这个能够这个能够参加，包括你邀请你的亲朋好友啊、抓紧要进来啊，不要耽误7:10开始讲，不要轻慢。如果有，谢谢。谢谢大家喜欢，还没有进群瑜伽群的，请大家扫码进群。哦，那个扫码进群。瑜伽群已经都满了吧 ？Nancy 是要是不是要、要加中心的二维码啊？那加吧，总之让他们加进来。啊，加进来吧，中心二维码。这、嗯、哦，现在发一个短片吧，这个我短片稍微，哎呦，这个时间。这个大家可以扫一下，给大家1分钟时间吧，因为7:10要播一个中心的一个宣传片，3分钟的宣传片，由唐佳那个主持人唐佳老师给我们播放啊，那个，不在这个瑜伽群的可以扫这个二维码，然后呢你说你要进瑜伽群，都给你拉进去了。如果是新的小伙伴。欢迎大家进群。好的，那个谁，唐佳。